3月9日，华语歌手兼演员薛凯琪在中环威灵顿街出席护肤品牌的发布活动。 Fiona 穿着一身露腿白色连身裙来到现场，白皙的皮肤和姣好的面容让人眼前一亮。她坦言自己的皮肤很容易过敏，因此在选护肤品的时候就会比较挑剔一点。就是挑护肤品，我也就比较挑剔的，因为我觉得它其实怎么说，虽然你是就是放在皮肤上面，但其实它都会进你的那个身体里头。那所以我刚好今天出席这个活动，它的成分都是很自然。其实劳累过度也会对皮肤造成不良影响，常人应该对这一点也深有体会吧。但是经常疲于工作的 Fiona 身上却看不到，为此 Fiona 也跟大家分享了其中奥妙。我觉得有很多人跟我说，哎，为什么你那么累，皮肤都那么好。我觉得第一就是护肤品好，然后第二就是护肤品选得好，还有就是遗传了我妈妈的皮肤。Fiona 对自己的皮肤如此呵护有加，不知在交男友时可会看重对方的皮肤呢？选男朋友我觉得皮肤倒无所谓，我觉得长得怎么样，帅的、矮的、高的、肥的、瘦的，他做什么我都无所谓。第一就是要善良孝顺，然后我觉得有幽默感是挺重要的，因为懂得快乐的人，你本人快乐，你才会就是把快乐带给别人。非凡娱乐香港报道。